这里面也是在这里。你要把它录影。没有，炸一点是。哦。你好过他，你没有他这么厉害，他快快啊，后来那样的就散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没有这么，你这里把它推开，它就会散了。你就这里，等一下你就很舒服的，我跟你讲。哇，好厉害！你别看我这样很大力哈。你看这里这样你看。哦。这样。哦，安内路啊。那个太，我们去曼谷的时候，他们也都是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样他才不会这么。而且你会比较轻松。对。用身体的压重量。嗨，啊，这样你也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好，是这样。对，安内路哦。对呀。啊哈。我等一下，他很舒服哎。你跟他按按，是不是整个肩膀松了？嗯。这个很重要。你只要让他更舒服，你就要把他筋这样拉出来。好，拉起来。拔出来，他很痛。然后可以这样，你看手给我，这样。哦，大绝招！哦，对不对？你跟那个这里全部哈就很舒服啊，对不对？哎、嗯，这里就是要这样，然后我手在点你这里，往上拉，往下来，往上，往下，这样。哦，就往下，反正它有一个穴位一直走嘛。嘿。好像这里，你也可以用这样，这个，嗯，这里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它有两边嘛，明白？明白了。我没有给我按过。什么？啊，好犀利！谢谢。帮你抓两下。不要。在录影啊，一直录影。啊，录影啊，把我的这么难听的声音都录下去。啊，他啊，有没有录下去？有啊，都录下去。啊，阿哥呢？佢眼瞓啊，开通宵。咧，起码咧，我哋就老师咧系知道点样处理，或者点样知道点样去做手术。哦。这个坐姿可真优美。怎么了？然后三长卷面。我不能坐，我一坐下去他就难受。好可爱哦。我曾经说过，不论是台资企业、港资企业，我不希望任何一个。拜拜。